这是这是旧的，然后是佛娘咪咪的。两米。对。所以这是100mm 系统。对，它都是100。那它有150？那它有150吗？对，它有到150啊，它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装上去啊。哦。对，这样。OK。对，它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的滤镜的话是装在上面的，都是装这样。然后我们再锁起来。OK， 因为我看这个座很薄。哦，你放心，它座很薄的原因它是要锁这个。通常我们这个的话都到100跟150。OK。然后这个都是磁吸的，这样子。磁吸式。所以镜头是在这边，然后直接吸上去。对，镜头在上面。OK OK。对。哦，磁吸，然后再锁紧，锁紧嘛。对，这个就是等于装在你的镜头上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锁好之后，这一面是外面嘛，然后我们就磁吸，然后再装你要的镜片上面。OK OK。那好在就是说，因为它是做磁吸，所以你不光是你今天可以堆叠到3片、4片都可以。它这个是两片，它这个是一片，所以你可以吸住。它好在就是它的角度可以去做调整。嗯然后自己做调整。哦，就偏光镜之类的。这样子。OK OK OK， 看你的需要走到哪，然后还有 CP 也都是直接上去，嗯，因为它做磁吸，它因为吸力有够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会掉下来。OK OK，、啊、这什么牌啊？双双 Power， 双 Power， 对，永联的，他们自己做的，然后火这一款。双 Power，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东西？因为我知道他有做灯光，他很多代理啊，像这一套的系统他们自己研发，然后滤镜，然后就自己做。很多大部分的东西，像镜头的话，都是代理的进来的。OK OK。对。对啊。好，我再开始说你想。